唔係講笑，真係超超超超好食呢間嘅位於山林道嘅呢間素食店。咁啊，向大家隆重推介，即係呢一間嘢非常之好食。咁啊，係啦，齋菜有齋菜味，咁啊豆腐有豆腐味，茄子有茄子味，薯仔都有薯仔味。咁啊，最緊要係咩啊？呢度好有人情味。咁啊，向大家各位啊，各位素食者，各位素食嘅朋友啦，或者平時未必係全素食者啊，但係平時都好中意。去吃下素食啊，吃下齋菜，喜歡健康生活的朋友啦，平時可以多些來這間山林道的這間素食店。咁啊，好好方便的咋，你們平時來到肥城哥上面這間的健身室啊，上來啊，咁啊，上完健身堂之後呢，就下來吃下素食。他那間嘢上面的咋嘛，咁啊，一下來就是的啦。咁啊，非常之掂晒。咁啊，隆重推介俾各位中意食素食嘅朋友。咁啊，呢度系非常之熱鬧，非常之多唔同素食嘅種類，系啦。咁啊，希望我以後都會，我都會食多啲素食。其實我呢幾年嚟，我已經基本上每餐我都會多菜少肉啦，因為我覺得食素食除咗身體健康之外咧，食素食都能夠去叫做淨化我自己嘅心靈。咁啊，對身體、對精神上、對心靈上都有非常之大好處同幫助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去，多啲去食素，多啲去食蔬菜。咁啊，除咗對個世界，除咗對世界嘅環境生態有好有幫助之外啦，對你自己身體亦都非常之有幫助。即係唔係為咗啲乜嘢食素，係為咗自己，其實可以咁講。所以鼓勵亦都想推廣出嚟，用我自己嘅影響力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去食多啲菜。咁啊，未必一時三刻你能夠完全唔食肉，但係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感受到呢份食素菜嘅滋味。其實食素菜，依家啲素菜咧就真係五花八門啦，仲好食過啲所謂嘅肉。食完啲肉油膩膩啊，你食嗰陣覺得好過癮。但食完之後咧，嗰啲肉類咧，你好難去消化，對腸胃、對身體都係非常之唔好。所以其實長遠嚟講咧，食素菜又好食，又滋味嚇，又健康，又可以保護到動物。咁啊，仲諗啲乜嘢啊？快啲嚟食素啦！係啦，山林道嘅呢間素食店，上去做完啊，肥城哥去嗰度做完 gym， 咁啊落嚟食個素 fit 曬，咁啊認住我，數碼暴龍係素食個素，數碼暴龍咁啊。墮天地獄，素食獸，流馬車，多謝你們。